那我怎么办？我已经开了。关不进来了。完了，我现在掉出16名开外了。不，我要在中报的时候保持16名的好名次。快，你们冲啊，给我！然后决赛的时候就算。看我是看你的吗？这可以演吗？我知道王可以看吗 ？Hello， 动词大师，先感受一下我们的旋律。对，首先现在来到欢迎来到主播直播间，先感受一下这个旋律，感受一下旋律。现在在我们后场的有。你知道我以前当过那个 YY 的主播，是要这样说话的。给你个镜头。大家好，我是 SHY48 MC 的高志贤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59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，谢谢大家。来了，好坏啊！哎，你好像有电台的那种主播，好适合。我在 YY 还做过婚礼主持呢。我的娘啊，真的哦，你这么厉害哦！这种网络上的婚礼主持。哎呦。然后调音乐大小，就是说话的时候音乐调轻，不说话就调大，手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啊，原来你以前这么厉害啊！这样是不是一个？我来了，我在播。小泉在直播。但是我现在很痛苦。你到时候报频道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们的频道是5490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谢谢。耶，谢谢。你要声音一定要起伏。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现在北京时间，15:59，15:59。然后大家自己编一编就行了。然后自己编编行。我是你们主播七七。很开心啊，大家就在礼拜，今天周几啊？就在周五的晚上，和大家见面了，开心吗？你们开心吗？好奇怪啊！看到吗？啊？这个。我为什么还是去不敢公司照啊？接下来，怎么了？哎，我没有小表情啊，我要加可爱的表情，我要就是绝美的那种。我把你的声音关掉，你真的好吵。我绝美的表情，我看看有没有。哎，不，有外人的。哎，我出去蹦迪吧！我觉得这个音乐，你走迪嘿，呀嘿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高飞冲了，王飞冲了，王飞已经掉到16名开外了，王飞不能出 top 16啊！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吗？啊？我已经掉出来了，我已经掉出来了，算了，我就不跟你们争名夺利了。你们这边很吵是吗？你听你我吵吗？你吵！哎，高姐，高姐快点！你开直播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名次下去了吗？你好过分啊！那我下次来就要开直播。快，我要找爱静，好吵啊！谢谢如花吗？笑死了！你们有没有想看谁？我看不到那个小泉跟季晴的 PK， 我要看跟谁比谁丑。你们有没有想看的人？哎，你往后点。看到没有？我对播放是什么？完了，我还
掉到外面去了。对，这个太直接低迷了，我不是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那个？那蹦个野迪现在就应该，你给我开一个，大家一起蹦迪，快快快，开一个，在后面你给我开一个，开一个，然后不是，我要找你们那个，你给我开一个那个，就是那个蹦迪迪厅的那个，是我们发表条例了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是不是太活跃了？哪里啊？就我们是这样子。啊，是吗？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主播。这样。对，我们俩一起这样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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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进度条吗？看，连麦就是 PK 吗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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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我一起看。他没有放音乐。那我们等音乐吗？我们自己唱吧。就在一起，让我们等音乐。不是封一个，就怎么一直播封了一个？哎，关伯娘，关伯娘啊，关伯娘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是关伯娘戴上了草帽，变成了尖伯娘。什么？关伯娘戴上草帽，就在一起，就让我们相遇。哎，你不要咬我头啊！好快乐，你看没看到过那个？就是这个。不行，放了放了放了。走、这个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师来叫你，叫你，老师叫你。老师，我为了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我为了工作这么辛苦，为了工作这么辛苦的在直播，让老师happy一下。哇，老魏，你怎么那么白？等一下，我也要。哇，你加滤镜就好了。超白。好。好像放音乐了，准备啊，各位各位各位。我们去舞台上蹦。我应该打。打那种手撕的感觉。哇，你这个毛的渐变特别像是暹罗的那个毛。暹罗，对，暹罗他脸最黑的时候，然后旁边慢慢渐变，变成那种奶茶色。晚安，金牛座小姐。安静了，我们做一个。哎，他们说我的封面被禁了，我用你给我拍的照片，我封面被禁了。不是拿的什么封面？是拍过拍张照片。他说我的封面被禁了。谁的封面？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不是我的封面被禁了。你封面被禁了，为什么你还可以直播呀？就是来，你拿着我来，反过来拍一下。天哪，我好难过，封面被禁了。有没有感觉我怪怪的？我用了什么？来，正当封面吗？由于您的直播封面不符合要求，请据说更改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我的本人就是变照片，难过，哦，难过。为什么我没有在？天哪！我不用这么一个好看的封面，我用这么一个封面，我怎么我吸引大家呢？小王，小王输了中分，叫小泉。小泉拎了两个袋子，叫小金。小李输了个斜刘海，叫做小季。小李儿子丢了，叫小木。那叫木晴。王。艾克泽第三根后面练的小飞，不是李泉没有了太阳，叫李青。小飞倒立，小飞正在倒立变成小九。没有啊，九太了。谢谢做李晴42个赞，不好意思，我看见了。我也看见了，前面有一个人，谢谢杨飞送了42个赞。发的呀？对呀、啊，能啊。这么搞笑？对呀、啊，给李晴送了42个赞，让我看见了。我也看见给你送了42个赞。那为什么没？我怎么没看有人给我？但是我们俩现在在 PK 阶段，所以我能看见你，能看见我。我们两个都能看见，没有什么奖励，就是一个 PK。小丽，你去透露前辈。开始了。音乐来了，这没有那么嗨，你知道吗？没嗨起来，那就是可以，那也可以就是对，就是很律动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是个对。时间。现在没有时间直播了。在哪里？我们进度条啊？我们这边什么都看不见。谢谢，开始了，哇，有人溜着滑板进来了，这种应该怎么播报？我还想开着宾利进来。啊，我们嗨，不是，这个是慢摇，这个不是。真的官博还是假的官博？真的官博。真的官博，假的官博。官博和假的吗？真的官博，真的官博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鸭子吗？就这样。你
这样。哎，李晴，你收录鸡。那边不是鸭子好吗？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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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好歹是被赞助的？星落眼不听。谢谢宋罗飞，我把时间赞助到报亭。谢谢你送了我，啊！谢谢你送了我，哦，谢谢天哪！哦，我来自带我开心，真的吗？哇，你下次找个人开着宾利进来。没有，没有。我的妈呀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号太优秀了吧！拿那个开着那个叫什么？哇，你在我心里面就是开着法拉利进来的。我吗？不是你。啊，我听了好多。对着我说。我必须得对着你讲话。没感觉我们这个特别那啥。谢谢赞，谢谢你送李晴一个赞，我看见了。不是我，你这什么语气？谢谢送500块钱，是值多少赞了？521个赞，我看见了。哎，我要怎么样？啊，谢谢，有一位大兄弟又滑了滑板进来。是滑了滑板进来。啊，你滑，为什么老滑了滑板进来？但是可以设置的吗？是有什么炫酷的那个加了会员吗？尖伯娘戴了草帽的尖伯娘，笑得哈哈的。谢谢这什么什么来了？这现在是一个蹦着一个蹦野地的地、哎。我们这边好吵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但是其实我是在那个风上 SH 48第四届年度风尚大赏大彩排现场。对，现场。然后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个正在搭建的一个舞台。然后我是拿着胸证进来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高跟鞋。我现在特别想给他们看一下我的高跟鞋，你知道吗？我用了6个鞋垫给垫出来。哎，不知道人以为我高跟鞋骨折了，打那么多石膏。啊，我跟兰兰很久的，看到兰兰，看我的，看到。送的这一个赞。对嘛，你不用管，就这样吧，没关系。换个背景吧，我觉得也是。在线蹦迪。真的。准备主播在线。我要。哪个？我想要可爱一点的怎么办？你像平时这么的。你看，开镜，笑死我了！我长得白。谁还真是的？不就这样吗？不就那么调光而已吗？真是的。啊！我这个好拼哟！我给你送特效。我这个放我的我也可以啊，哎哎，好慢啊，快点，哎哎，网卡吧，绝美斜线再见宋鑫，我喜欢这个，哎，这样，我们为什么小声点？我们要在前面前留一个好印象。我的名字前面在哪里啊？我想来，不好使了，完了怎么整？七七，你看我的，看我的嘛！笑死我了！你们俩是不是家好的？谢谢礼物。好，那我给你们来一个特效。哦，这个光很好差呀！我刚刚在哪个地方那个光特别的好。我现在脸好像没有血爽一样，我没特效了怎么办？我们一起来看特效吧。太丑了！哎，那不是双生花的那个花吗？起来，等会儿帮我弄那个花，然后我找你，我们俩一起唱那个。这个吗？这个。这个吗？我们那个是什么？啦啦啦啦啦！你要跟我同欢其实还好吧？哎，我怎么没了？怎么又没了？妖娆一点，那个好看。我好难过。我们在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在完成工作，直播。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天了。也就直播一会儿，就是能缓解一下这个无聊的。怎么？全飞炎吗？这不是全飞炎？你行啊，全飞炎。全飞炎你看起来很牛的样子吗？全飞炎与巨神，我要掰头，
我是小萝莉，我是小萝莉。啊啊啊啊！谢谢谢谢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你要这啥呀？亲，你过来点，亲不到了。你们干嘛要亲啊？放下。我是反的，我这么看是反的。你往里啊？你往我这边。是这样吗？谢谢大家。我是反的。我手机也没电了，我也打算充电。谢谢你送我的赞。我手机要没电。大家一起冲的感觉。没有了，我还在排名外面，我进不去了。还是很感动。对，我还是很感动。对，没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很感动。今天几点？今天几点截止？哦，全飞眼，你很拽啊！全飞眼，你很拽啊！今天截止投票。你不就是假冒的？跟你换的。全飞眼。什么？我说今天晚上几点截止投票？我不知道几点结束，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拼总会有的，会有的。我相信我自己的实力，我不会有机会的。但是我就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，就是什么？虽然我们进不了，但是我们在努力的投了，就是那种开心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大家拼命的感觉。没有彩排了吗？完了，完了，我是19名了，完了，刚才18名呢。他说话全没有话。全飞言输了中分头，就是大哥。天哪，这个全肺炎，这个全肺炎，你信不信？切胳膊。你的封面被禁了，是没有封面了。那他的封面是什么？那他被禁了吗？啊，有可能已经被禁了，所以我才现在就是。你在那样。好了。我道歉。笑死我了。怕呀。我们七点。这儿记得还是什么？会提早连，然后呢，播到什么连麦之前。我的眉毛是断了。哇哦！一瞬间，咋的了？前面没开的直播就是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说速报就是让我们玩一玩，开心一下就行。那个图片我留一辈子，开心一下就行。开心一下，给我妈发过去。妈妈，你看。三个小时，有三个小时吗？这个贴纸，我觉得我可以玩一辈子。我觉得手，如果我上次玩好久，我觉得自己超可爱。我第一次玩，我没玩过。我刚看了一下，现在。好多人在谁不是？啊，这个也好可爱。又说话了。哎，全飞言早晚找。前12都在直播。我王飞言早晚把找全飞言卸大腿。请你帮我举蛋糕。我先把他大腿卸了。那你头尾是合不了的，看我俩能掰过上去。你们那个，哎，我王飞言早晚找全飞言。超智，你说我流量只播两个小时，那还行。我也是流量，我觉得我每个月都有10000多流量用不了，叫什么一万是一万，就是那种无限量的那种说那个流量。反正他送我其实我已经没有流量了，但是我为了跟你们一起玩耍。就是那就一直开着喽。打电话是我觉得要是都上班上课了，可我们晚一点要那啥。谢谢你们送了一个表情，但是我以为那个表情是我自己换的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我可以给你们透露一点这个风尚。哎呦我去，地球你现场当头干嘛？我全飞烟，没了手，没了腿，顶多四个不认识。什么飞烟？我去啊！哎，这个全飞烟够高啊！厉害，你没了头就是飞烟。哎，这个全飞烟好高啊！这是谁假冒的？我有点好奇了。不是假冒。哎，不是，这全飞烟真的很高哎。我刚刚吃了一个大字。Hello， 下午好啊。全飞烟的。上班上班，对啊，今天周五下班3:30，正常不也是3:30下班吗？没事，不是这个全飞言真的是你最过分的一点是，谢谢你给我点赞，是我给你点的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北京我点的，第一次谢我。还有奖励吗？没关系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我好奇。我就想让他永远活在那种。我们在这个，就想让他活在他二次元的世界。来，我对面的两位，哎，我就想让他活在他这种世界中。这还可以。设为场控啊，那我要把谁设为场控？这怎么设场控啊？
你就把那个人 ID 点开，就是有一场控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然后早了也得五点才下班。之后你们会有什么？本来一开始想晚一点。上完场控给我禁言，这么优秀吗？谢谢你送了好几百个赞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其实我们没关系，我们留着干点别的。实时汇报，这个叫什么？没事，这个赞我们直接留着干点别的也行。嗨，你干嘛？然后广播部吗？叫广播部在那个 YY 那个直播啊，不，没有网。那主力可厉害，又当主播，又当那个唱歌，又当接待，又当那个司仪。哇，你小时候混的不错哎。对，然后还是一个男生的马甲，显得自己特别的厉害。我都是那个连需要连 WiFi 的。哇，你小时候好厉害呀、啊！我好像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真的可以留着，就是干点别的用。没有听说这个风向的票跟 B 五零的票是通用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而且那个好像一票，好像一个赞一毛钱，怎么兑换？拿什么兑换？但是我不太懂。但是你现在已经刷了这么多了，我就不说了。谢谢。现在四个是什么？星星。哎，我们玩什么？送我一些牌。花生。行。我要省着点一诅咒你。我的眼纹全没了，你怎么说话像赵小涵似的？我真的太黑了，是银子啦。然后赖赖用完之后，我要拿那个打光。啊，我的妈呀！这个程序员进入直播间，你是要跟我当场 battle 吗？为什么一直哼啊？不要程序员，你看你的程序员。程序员是要跟我当场 battle。程序员要开始 battle。那个掰个头。那个吧。运营没了还说啥？说什么？运营，你还记得词吗？什么？如果你是七七啊，不对，他居然说我是土匪，我画眉毛了，你看好啊。既然你留，等一下，我要录个屏。男生说的，我要给七七录个屏。这是男生说的这句。谢谢谢谢小，谢谢你送我的小。就是你梦圈刘运营棒。我不要了，你要做什么？谢谢谢谢，这是三是一个什么？哦，三个什么？怎么了？他要告我？你初中分了不起啊？有人要告状怎么办？怎么？等着啊！我要告诉一直播大哥，你可以。大哥是谁？叫出来我看看。叫出来掰一下头。还修了指甲。我才是大哥。是牛吗？拽什么拽？有应援会了不起啊？我有应援会。三百个刀票会快。对呀、啊，超划算，好像还是很便宜哈。那我算一下，10万个赞。我们明天要早起，你知道吗？10万个赞。你跟我小孩儿讲，你知道明天要早起。10万个赞，除一下。你现在有计算器吗？10万除以300。口算。不，十万为什么除以300？那口算有300。陈飞言是我的一个分身。对，是我的分身。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。什么十？这边有点吵。100除以3啊！小泉，你年纪大了，经受不了这些了。为什么呀？300都是在两千。谢谢七个赞。我们两个还 PK 吗？我们两个不要连麦了。都是那样的吗？我们两个分开吧。怎么结束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除。我也在看。10万除以3。完了，我解除不了了。就我们两个连麦了，怎么解除连麦？我吐了。为什么掉了？就蹭掉了。我还在录了，我录了屏。你刚刚怎么又发巅峰的那个情况？你怎么？你好过分啊！你怎么这样？没那么吵是吗？我困着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哪个女的？哎呀，完了呀！怎么了？土飞炎怎么了？土飞炎画了眉毛都是王飞炎。我觉得行，这是我的高之贤。哎呀，我都被琪琪笑死了。大家直播都好安静啊，只有我们在这鬼哭狼嚎。就是像这种鬼哭狼嚎的才没有人看啊。好了，橡胶没了，我也不给你。人家直播播的是人气，我们播的是拼命。谢谢你送的蛋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不送也行。对吧？有了眉毛，就是整个人就有了自信，有了气场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妆都可以不化，眼影可以完全不化，眼线可以不化，阴影可以没有，粉底可以不擦，但是睫毛也可以不涂，但是眉毛必须得有。去掉眉毛，去掉眼影，去掉口红，就是这个一哎什么字一倍。就是卸了妆的王菲妍变成了素菲妍。
讨厌啊。应该是林飞言，就脸上什么都没有。确定是哪一条？哦，林飞言，卸了妆的高志贤，哎，那个拆了造型的高志贤，变成童志贤。拆了造型，头上的造型。下面不能。下我困了。下面吗？给大家直播睡觉吧。3、2、1。谢谢送我的赞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了，对，真的可以了，因为前面的要开始发招了，我们就不用再拼了。哦，这个票数是我明年总选的票，我就很开心。可以，我一个人我就可以有一万块了。那我定神机了。啊，金子好棒啊，分享第一。那不可能。真的，哎，你们这么样，你们今年投的票就是我明年总选的票。这个神预言怎么样？那这票还进不了圈。一万多差不多了吧，今年是一万一，差不了多少，万一明年票少，没有颜色，太可怕了。但明年票少，这边是不是很长？哦，我都上看到了香蕉，哎，然后然后镜子的那个票数也是明年总选的票，非常好。啊，去工地给你占票，我妈妈说要去工地给我占票，适合干嘛呢？适合干嘛？然后。这个太黑了，走了。现在黑了，这个好看，好看。这好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呢。我们在台上可能也这么好看。那比。这音乐好酷啊！我喜欢这个音乐。我也喜欢这个。谢谢你们。我们可以调光的。上海的音乐就是。可以退票吗？不可以了，这就是我明年总选的票数。然后我从现在开始，啊、我给你们讲一个秘密，我已经打算签自己签艺人了。太吓人了。你的公司叫什么？我的公司全飞我的公司叫做小王总办公室，小王总工作室，啊，你们以后就叫我王总。我要给我要去签艺人，然后把他们投进圈，然后让他们把工资分给我，然后跟艺人出去接代言广告不好吗？那他们接了代言之后，把钱都分给我。那他们去101。让他们去101。我想还有什么节目可以让他们去？反正让他们去出去那种给我赚钱的东西，反正就让他们给我赚钱。吓我一跳！哦，好开心哦！找一堆漂亮的小姑娘。他们说，哎，他们说我要是出外务了，就因为拖欠公司上社会新闻。你知道我今天睡了多久吗？我今天最多只睡了2个小时。好搞笑啊！最多只睡了2个小时，真的。要明天我要有这个票数，我就可以当全团的第66票，我就可以每个月挣10000块钱了。这个万事大都啊！小高，我以后挣了10000块钱，我就可以每个，我就可以签自己的艺人。小高清醒到天亮，睡了1-2个小时。我今晚好好睡吧。我现在真的好困。你快让我清醒一下。为什么99块钱买了一个蓝牙带线耳机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每次说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都嘲笑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小高，就现在都不小高，你不能睡。买了一个耳机吗？是谁暴露工资了？谢谢你送我的赞。谁暴露工资了？啊？你刚说工资了吗？我一会儿再看。他们说有人暴露工资了。没有啊，谁不知道我们一个月挣3000块钱？我就感觉。谁？这事情不用暴露，这是事实。恶搞，我翻5倍。好，你们去帮我看一下他发的那个视频。其实我要求老弟要翻3倍，我就很开心。还是要暴露吗？对，不需要。37的脚大吗？你们看我平时的消费，你们就明白了。因为买了200块钱的耳环，然后哭晕在厕所的全飞眼。对呀。哭晕在厕所。蓝牙爱线。买了几个耳环？一个。他就卖这么贵啊？那你不能再换一个便宜的吗？就是我找了，就是为了穿那个衣服嘛。然后耳环超级无敌丑到炸裂！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丑的东西，就是非常丑的东西，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穿可以用吗？您上一下微博。然后就是我网上买，我就怕我来不及拿回来。然后呢，但是后来他们说来得及，但是我已经买完了，然后就很难过。那你要搭什么样的耳环？就要搭一个丑陋一点的耳环。多丑陋？就非常丑了，就世界上最丑的东西，你都想象不到一个破铁圈能卖200块钱，100块钱一个圈儿，它就是个破铁呀、啊，非常的丑，就是见过世界上最丑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再有那种 TOP16拍卖的话，如果今年还有机会的话，在我还是 TOP16的时候有拍卖的话，我就把那个拍出去。我会亏本。
200块钱拍不回来。万一呢？那我就找一个小发抽奖，转发抽奖我就很划算嘛，200块就是划了。转发抽一个人送你200块。转发抽一个人给你们让我送我200块的机会，然后给你耳环。我好快乐，突然。最后发微博转发。抽一个人送我200块，哎，我们可以耶。他们看错了，然后想了50000。对，然后找一个，然后那个人强迫那人送我200块钱。想送我200块，完了我诈骗偶像。他没开心也不算诈骗吗？我写的很明明白白啊。对。天哪，我的姻缘会居然也来了。我姻缘会是活人吗？是真的我的姻缘会。应该是吧。哇，我才关注你。不知道。第六天了我才关注你。我姻缘会可能之前在关注别人。什么？刚刚过来关注了我。哎呀，我在这里面这么快乐。我的姻缘会呢 ？Hello， 可能在关注别人。我的姻缘会呢？可能在给别人投票。是这样，特别好，而且地方还大，知道吗？我被人投了，今天整个人精神多了。我反正说中文头就特别的不一样。哎，我一个人讲的特别开心，然后他们都就说哦。人心不该冷漠。我这条朋友圈你要说一年吗？哎，我很深沉的一句话，你这么搞笑的讲出来，天哪，我好生气啊！我很认真的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愤青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非常严肃的，人心不该冷漠至此吧。然后发一个朋友圈，然后你就在嘲笑我，就在嘲笑我，人心不该冷漠，我在嘲笑他啊。那不行，真的是，我怀疑你根本就听不见我在讲什么。小高没事，小高也挺好的。小高在和玉三家，我也很开心的。小高在哪，小高都会很开心的。然后说了说了，小高变成第17名，我现在已经第19名了，我要笑死了。那个谁给拆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是应该？我特别想给他们看一下我那个高跟鞋。哎，你小高现在很好看。哎，你面对有赞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一张照片是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在看我，真的超好看。现在变成一张照片，可能就这样。不是，我一直在变照片，你看我现在就超好看。那我要摆个超好看的，快，我要摆个超好看的，快，是时候了。纸醉金迷吗？对，纸醉金迷，你要那个之前看你这个大红袄，它是用吗？纸醉金迷。东北大炮，感谢大家，感动。为什么让我关掉贴纸？贴纸多好看呀！这个贴纸多好看呀！很好。好吧，关就关吧。看看为什么我变成一个照片就没有人理我？前面走路在走，那个头发会飘起来。我也可以。你这个东西肯定个比你高，腿比你瘦。哎，我的音乐会一说就来了，我的浅显音乐会。哎，你们高知困应援会呢？高知闲闲应援会是谁？高知困应援会。是假的。高知困应援会。高知闲闲应援会。谁是高闲闲应援会？我看一下绑定微博。果然都是最后一天去了，我看一下。哦。是榜，不认识。榜又变了。这个人没有绑定微博呢。谢谢你送我赞，但是我玩累了。什么玩累了？就是我嗨累了。谢谢你送的赞，哇！你们今年投的赞全部都是我明年总选的票数，反正这个 flag 在这边立下了，明年总选没有到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。那是不是两过了？获得的是什么？你到底想改什么 ID 啊，哥？我就假装你就是那个 ID 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我特别聪明。人员可不可以给新人投票？可以呀、啊，来吧，快来呀、啊，快来、啊，快来，老了你快来，快来，6块钱给自己投票吗？超便宜，什么还有礼包？我要给自己投票了，太过分了吧？不行，明年总选就是，我现在有12000票，就明年总选的票数就是这个，谢谢你们。哇，小七啊，什么小七七冲啊？啊，七七冲啊！金东海生的那个小七的名字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上面投票跟不是，关键是就是我很心疼这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这么拼命了。一个人对啊，我的粉丝也说好感动，就是一个人你知道吗？就一个人在努力着，就为我真的在为我冲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就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很难受，
我心里就很难过。但是很多人我就不难过了，就是又心疼，然后又感动，对，开心，对，就是这种不敢开心，对对对，就这种情绪啊。前辈总结的非常到位，对，没有，哦，天一，我知道了，哦，假冒的是这个，嗯，好吧，兰兰哪来了？兰兰人呢？我今天穿的很岗位了，这个头发是最后，没想到被我一个画面击败了岗位。谢谢你让我，你能不能把手机屏幕调亮点吗？省电啊，看着好累。我一边充着电，我不怕。充完了，还充满了。口袋不是拿那个？切，炫耀什么鬼？这是你送我的赞，我觉得谢谢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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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张券三百票吗？嗯呢，老，当然是一张券合适了，一张券才多少钱？没有吧，二手吧。这是你送我的赞，我已经非常开心了。我现在感受到你的努力了。春天保温别人见。好了，现在就是我们应该总选的票数了。我可以进圈了，好开心。我一会儿下完播估计就要连台了，没有时间睡觉。嗯。真的，我看一下。啥？哇，我现在是第十七名了，这就是我明天总选的全团排名。啊，我是第十一名。行了，我真的行了。你要当神七了吗？我当御三家。我眼看着他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这就是我明天总选的排名，我可以站 C 位了。哇，好开心啊！就是赞有用吗？嗯呢，就是那种幻想的就特别美好。现在立下的 flag 就是我今天拍了很多自拍，但是刚发的那个岗位情侣，那个岗位杂志，哈哈，他之后我就没有地方发自拍了。我变成一张照片吧，我说话说累了。就这个声音放特别大，然后我拍天镜就嗷嗷喊的，我哎对，对我脑瓜都有回音了。然后但是其实他们也没有听到。哪吓人了？是你先吓人还是我吓人？谢谢王雨兰的赞。兰兰怎么不来？兰，你让兰兰，你可以读王雨兰的 ID， 我说我就读。兰兰来了，兰，兰，你们你看我呀！主播为了要再上听了。你刚刚怎么说的？我说兰兰为什么不来？兰兰快来啊！卡了。啊，兰兰为什么卡了？兰兰，兰兰，啊啊啊！兰兰，能不能再来一点吧？兰兰。来来，兰兰不要走。我们现在这个微博上的投票也会算在那个。那不是我忘吃药了，我已经嗨了一天了。遇到这种紧张的时刻，我就会变得。自从你拍完那张照片之后，我让能不能读？读了我怕被打。没事，反正又没有人知道。还有人可以给我刷赞的吗？看猫雨兰，哎，你这么直白啊？主播你要赞怎么直白？关注你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关注啊。李晴，给我点赞。我们家叔叔给我投了42票，为什么叔叔这么多票？叔叔买的啊！叔叔，叔叔是上次给我投的。他不在，那我在干嘛？不知道你在干嘛？那个手充大礼包是干嘛？我也想充一个。不是说这个排名和这个排名加在一起？我们来商业互吹一下吧，要不？好呀。你给我充，我给你充。好的。好呀，你给我充12块钱，我给你充6块钱。哦。这个去90%公平，哦，分量比较重啊！谢谢狼送一个赞，那你为什么就说啊？狼谢狼送两个赞，好开心啊！还有五个呢，好像啊，不行，我要5个。兰兰没钱了，兰兰没钱了，别让兰兰给了。跟你说，一会儿你给那个什么都照亮。兰兰，你要是给他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兰兰没事，给我。兰兰果然，兰兰只给了我3个赞。兰兰犹豫了，兰兰，兰兰说算了。我好难过，来哎，你知道弹幕变成了说来了来就是，来了花7毛钱了，真的是谢谢你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给我捡点东西吃，然后就捡出一个我的鱼尾啊，不是我的鱼尾纹。我觉得小心，你花10块钱也可以的。有没有人叫没有？六块在旁边唱歌，我们刚刚在说那个票。天哪！手充大礼包有什么？我给你转怎么样？我一会儿给你转。哈，那不用了。你别骗人，你不会，你骗人家。哎，我给你刷，看我转，我不刷赞的，我不是那种人。说的像你刷20的，说的我现在就想刷。这是你送的赞，我很开心，我现在变得开心到变成一张照片。
GIF， 我现在就想到，现在投的每一票将会是我明年总选的票，我就很开心。我就假装是明年总选的票。那么多赞，你就给我一个赞，哼！我生气了，我拿累了。你为什么一个一个点？两个我记住了。我也想找一个什么东西放在这里，可是我的角度很丑。为什么你那个角度那么好看？你不大家睡觉。是不是你长得漂亮？为什么我的角度这么丑，你角度那么好看？对。在彩排呀、哦！我东西都炸了。啊，你现在有点烫。啊，但也不是很烫，就是正常。我觉得跟我差不多。我现在感觉有点特别的。我走的路线。哎，你现在感觉跟我差不多。因为在我从我这边看是左边。你是？嗯、你们可以从左边。情绪有问题吧？不是在这儿喊充血。我会从右边走上来，然后从左边走下来。没有直播时间规定。对，给大家透露一下。嗯。谢谢你送的赞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因为我觉得有了这个赞，就是我明年总选的票。我现在立下一个这样的 flag， 假装是谢你。我已经开心到成为一张照片。开心到成了动图。我的直播是不是有点没有营养？我是不是应该现在说什么点赞就什么唱歌什么的之类？不是，前面有彩排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其实就是这个声音。哦，我好开心啊！我从来不大声的。洛洛没有来。好了，我们找洛洛玩。啊。洛洛和佳都没有来。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个很拼命的人，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感动了。我现在觉得我们家总选我这些票该有多好。什么气球？哎，现在要是总选直播多好，我开心死了，真的。到总选直播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。投票吗？对，就是已经都怕别人投我赞的那种巅峰。投票什么时候你做出一张票给主播？就这么便宜，对，这么便宜的那种，我就很放心让大家一起玩。但是如果它那么贵的话，我就不想让大家一起玩。但是便宜我就想。谢谢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如果要是总选排名的话，我现在要是总选排名的话，是舞团的排名，我就很开心。你的助力成就我的梦想。没想到慧慧前辈是一个这么会玩的人。什么叫会玩？啊，一个赞就可以成就我的梦想。你这么会，非常会玩的人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在很多前辈的后面。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前辈一个好印象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稍微的，我会来把你大声喊起来，点稍微的优雅一点，显得我们比较像乖巧的小后辈。嗯，什么外物啊？在哪里啊？谢谢王雨兰的点赞，没有交到新朋友。讲让好多前辈，就是个子高高的、漂亮的那种前辈，让我觉得有一丝丝的兴奋。这是我的青春。又发了两个。我认识了你。你是后辈吗？我不是后辈啊。你是，但是你是我们团的。有别人。两千多，又花了二毛了，谢谢兰兰的二毛，成就我的梦想。两毛钱了。只要一毛钱就可以成就我的梦想。看我们两前辈。对，只要一分钱。谁认识我了？只要五分钱就可以成就我的梦想。看看。对，王菲，你的梦想不是？还有哪些是我的？什么来着？只要有一分钱，只要有五分钱就可以成就我现在梦想。你要是有钱，你干嘛来着？千亿人。一毛也是情，两毛也是爱。千成员。谢谢你送我的，谢谢你送我的赞，你现在已经成就了我的更高端的梦想。我真的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可以直播，比如说我为什么我这个角度这么丑？你怎么播的呀？你就这样播的吗？嗯，理想很行，你这样。对呀对呀，现实呢就是很。是你对啊，我也是他了呀。像我这种，毕竟在乖巧，是不是有点稳？嗯，可能吧。攒起来，然后买好多好多化妆品，好多好多吃的，买好多。Hello， 你好呀。
然后呢，过我以后真的就要说我明年冬天的票，我开心。现在都说你是后辈，但是见到人先叫一声前辈，就是如果是很尴尬。你知道现在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很多人是就是谁先叫前辈，他要先叫了你前辈，你就点个头；他要是你先叫了前辈，你就向他鞠个躬。那如果互相都像前辈呢？我就是这样，好尴尬啊！他叫前辈好，我也前辈好，然后两个人对视眼，然后就走掉。啊，怎么他怎么特别精神？我就会，要是有人先叫我前辈，我就。我今天在那个到了北京，喝一杯生奶，我没见过他，但是我觉得基于礼貌还是蛮看状态能看出来谁是前辈。冷笑话结束了吧？居然还有人记得我的冷笑话。前辈好，你这个真是有趣了。全飞炎怎么又来了？全飞炎是想要跟我掰头吗？以前。谢谢你送我赞，成就助力少女梦想。谢谢你，这目前你这做了件很伟大的事，因为我冷啊。哦，16名了，真开心！现在是这个名次没错了。你就不是，你就想一想，其他人别的地方的赞一加起来，我们可能变成60名。谢谢你们。哎，这个全面真的是很毒，不是讲话很那个，讲话很独到的一个人。冷笑话很冷，冬天了冻感冒了，你要负责买药吗？我天哪，小泉你真的是一个很伶俐。我昨天几点说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冷笑话，我就想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？我就想，那你怎么不困呢？我笑到不行了，因为我到现在还在想冷笑话。我就玩个专业，开始我就笑了一下了。我看小泉，谢谢你们送我的赞。我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那个小泉，他那种笑话能不能跟我 PK 一下？我跟他说，小王要是得了，有一天得了精神病，就会变成小泉。小泉，你就是我精神病的产物。You can be。谢谢一毛两毛。谢谢你们送我的赞。不打全飞炎这种事情，就让我自己来做就好了。我也要充电宝，我去当粉丝吧。这个我能哇！啊，是小泉干的，小泉干的，居然是个这么手滑的人，没这不行啊！兰兰是隐藏金龟，我看出来了。他有电吗？这还有电吗？今晚上再熬夜，我拿了吧。晴晴，你帮我把那个小季，帮我把那个充电器拿开吧，在你后边。把那个线给我。让我来看一下啊，心狠手辣的你舔了一下手指头，被辣哭了。小高撑住，不能睡。是不是点了什么东西啊？就不小心冲了。王师萌就在隔壁。王师萌在隔壁。就在旁边。对，我还大家前途大师的拉拉票，原来是王师萌。拉票，看来萌萌是非常的努力的。快，镜子，加油啊！冲啊！来来，我冲赞。我给你们比个赞，我去给你们是吗？没有看到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听到了一下。我要是可不可以倒着直播啊？我现在很好奇一件事情。对啊，好多地方都看不见。谢谢大家。对啊，肯定会凉的，但只是一个开心的事情而已，图个好兆头嘛。我们爱。
就是图一个好兆头嘛。这个站可行。再来一局吧。你在路上吗？在啊。我也想放着。放吧。但是我放不了。现实也过大了。谢谢大家。梦也是我们团的，大家一起冲吧！你是我们队的，你快冲啊！好，对，我也是，对对对，冲啊！没别的，那我先结束吧。我刚刚在休息。结了吗？我太累了。哎，我太累了。好快，我要赶。太累了，不行。截图，快截呀！嗯，试衣服了，我是嗯。啊？哎，我和中灯怎么到处走啊？是你吗？真的，我真的是是真的是。哎，王雨兰，你行啊你！不跟你关系好了，你才落三个，哼！就是你妹妹，小高心里，我也是。小泉啊，小泉是说中分头的我呀，换个发型倒是跑。小汪是小王走到了水河边的意思，变成小汪。那吃猪蹄得去悠塘。在这地牢村，在这冰天雪地、雪中送炭、雪中火热的日子里。小田是小王留了遮脸毛，变成了小田。然后两个小到时候请你帮我留出山泉。一分奶茶。吃你自己的零食还是这边的零食啊？好啊，好呀，好呀。有口票了吗？我给你点星星了，我给你投了张纸醉金迷。来呀，谢谢你小滑板。我的天哪，是兰兰送的我5个赞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你去悠塘的时候其实还没出道，那还是很久之前的事情，我出道已经快2年咯。就好厉害，我出道快2年嘞。等你喂我。我说抹过粉底液呢。等你喂我。我抹过粉底液了。真的想吃你喂的。为什么？是爱好身上的。帅气。就等握手给你们买好吃的。有一个比较炫酷的方式。你们来的话，就是说，就用我仅剩的零钱，我不吃饭了，我给你们买好吃的。我推荐你们。等我以后把耳环卖了，给你们买，给你们买房子。因为我这地方很挤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坐着很不舒服。然后我就把腿放到了凳子上。我们俩肯定。没事，谢谢这个礼物。握手不能为小包够吗？今天不是12点截止吗？一人吃一口。12点截止投票，一根分成5个人吃。两个人玩那个，绝对得吃那个油。看谁吃快，没准还能连一段好姻缘。大家等着我的年末的抽奖，等我把耳环卖了就给你们发房产证，尽量一人一个。看我的工资。全款付清了啦。啊，算了，也不煽情，有点甜了吗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有本故呢。我今天从开车上来，不会开车吗？谢谢大家。不行，我不能黑幕的，是个公平公正，我一点都不说。对不对？
我现在已经没有了那种在外面直播的恐惧感了，我觉得都一样。我以后可能会经常用一直播哎，我觉得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提。对呀、啊，耳环好贵啊！耳环是我把肾压那儿买的，肾掏出来为了这个破风扇，然后买了一个，不是为了这个破耳环，为了走那么丑的耳环。快乐，当粉丝很快乐，是吧？那看来我们存在还是挺有意义的哦。能让粉丝如此快乐。来吧，我想吃小泉的这个。我想吃小泉的这个。不是，我想吃小鸡的这个。小鸡不理我，小鸡应该是让我吃吧。小鸡应该会让我吃吧。脸面痛我还想中国十三亿人每个人给我一块钱呢，你就有十三亿了。哦，那你知道十三亿除以二是多少吗？六亿呀、6.5亿呀、那你知道不是这六亿剩那个我交税了。你知道十三亿除以两亿是多少吗？我不知道。算了，因为看你们智商也算不出来。那你算啊，6万除以2万是多少？那你算啊。你要你敢跟我说3万？你看就有这样的事情。2万，反正没有钱了，反正不少了。3呢？哈哈哈哈，只能算一个十以内的乘除。哎，乘法本来就是十以内的。哎，你这个点进去我点不进去。不是，6万除以3万。对，是3呢。哇，这个东西居然还有 VIP！ 如果说6万除以3的话，等于3万。哎，之前有个什么床的问题，那个什么来着？7亿加8亿等于。说吧，你们想吃什么零食？你说哪里的？你有啊？啊，你有啊？零食。多少钱？70万加80万的。15亿，150万、啊。哎，我们为什么要算这种低级数学来侮辱自己的智商？2万乘3万等于多少？6万。小记的。2万乘3万等于多少？不是，他说6万除以3万，吃饭。2万。6万除以3万，吃吧，还有根。60万。60万。对啊。对啊。8个0。那可能吧。那个是呢，有一个说你有8个0的话。那就是6000万，6000万，怎么可能那么多？对啊，6万乘8万，40000加40000，70万乘80万。有我一台，我只能算给你数学。谢谢点赞。之前你要很快的说出来。假装七万。他说什么数字你都不能反驳。70万乘80万，他说什么？对，因为你也一开始我这个很好吃，我的牙真的吗？你牙一疼啊？那我帮你把那个吃了吧。这个没了吧？还剩一根，吃了吧？我帮你吃吧。我在水里头的那个盒子里带一条，就当是给你们回馈了，谢谢你们。红酒味的，上面就被罩起来了。红酒的。我记得那个，是我现在在。又来了，我现在在吃小饼干，牙签儿。超市给你们买好吃的。谁？哎，来自陌生人跟我 PK， 这是谁啊？那你应该加，你应该接受邀请。实力相当的陌生人。玩一会儿嘛。那还算。那对了不就好了吗？这是干嘛的？我也是个男的。你看，有个人在高跟鞋，你哥哥没有女的。要是有人直接让我的话，我就会同意。吃啥呀？都吃完，中午吃的那个。没准会换。可是万一是个男的呢？算了，不要点。如果要是有人邀请我，我就同意。请问刚刚是谁邀请我一起 PK？ 那个人是我认识的吗？如果是我的团的人呢？哎，什么菜呀？如果有人邀请我一起，有地图吗？是啥？有两个人说是我的对手，还有一个人说是骗人的，到底是我信谁呢？对手的话就应该是我们团的成员啊。你看又来了。接受。那我试一下吧。接受。这是玩游戏吗？来打给我看一下。你可以待会儿点出来。啊！
关掉。哦，天哪，有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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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有趣了。哎，为什么不直播啊？体验一下嘛，我觉得很有趣啊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能一起直播，不好意思，拜拜。哎，我真的很想跟他 PK。退出。哎呀，多有趣啊！我的妈呀！为什么要？啊哈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要收到66个小主，蛮可爱的呀。收到什么？蛮可爱的呀。66个小主的药水，还能把这个创可贴脸上。蛮可爱的呀，我觉得。哎呀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觉得很有趣啊。太傻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后会经常用一直播的。我以为是我们团的成员。那我邀请你一下好了。哎，好吧，我以为是我们团的成员，没关系了，没事，爱情那个被骗了，不会很奇怪吗？突然出来个不认识的人，会吓死我了。刚刚有个人，然后跟那个镜子，那女孩一直被敲到了，不要敲我啦。多开一点，我觉得很有趣啊。你跟一个男人不认识的人真的很有趣啊，我觉得要我就会觉得很有趣。我不是，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认识了、啊、不是，真的很有趣。偶像师哥，我没，又不是我的直播间。要不然这样，我邀请你，然后我输给你，是不是好？行不行？啊、不开心了。哎呀，这样好了，我既然是我给我犯的错，骗我。既然是我犯的错，那我说你偶像素养不行。又不是你来我房间说，用你管啊？你算老几啊？那是我粉丝。你粉丝怎么了？这么说人家？我跟你讲，在我面前我笑死他，信不信？啊！前辈欺负我，掐死了！前辈欺负我，我去找你了，我输给你，好吧？因为有两个人跟我说是欺负我。我啦，这个是我啦。没事。这个 PK 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啊。我会抽到你的礼物吗？就你的胆小鬼。当然不可能。就你这个胆小鬼，我有关了，你就会被敲怎么办？那我既然是我犯的错，我当然要被。那要是我被敲怎么办？不是，我一会儿输给你的。我有可能输给你的。不是，我会故意输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。那我刚才欠了你吧，因为刚才是我弄的你嘛，所以我就要补还给你嘛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想试试证明一下。王菲妍是一个3-0呢。王菲妍是一个怎么？我跟你讲，什么？是一个能为自己做到的人。我说了我会输，你粉丝还这样欺负我。感觉在玩什么大游戏吗？对，你还赢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没了，我就帮你。你看这样就没了，我就帮你把这个弄掉，好吧？我是不是敢做敢当？夸我前辈，你看你这样就没有了。前辈，你夸我敢做敢当。谢谢。我是不是能为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任？快夸我！我能为自己的每个行为负责任。我想说一下。哎呀，你赶紧走开吧！5分钟之内拒绝任何人。为什么又有人邀请我？又有人邀请我？因为你比较好，可能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就是像那种能掰头。你们那么好看的人，为什么不邀请你们？就因为我们比较 low。第五啊。什么榜？一到好像是刘亦菲。我们两个一起吃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一起吃好不好？你不说今天要吃饭就走吗？我帮你吃一点点。你不说你吃饭就走吗？我要吃一点点怎么啦？我吃一点点。我吃一点。跟你说的话，你今天答案前面有个直播呢。我不管，我要吃一点。直播呢？我要吃一点。直播呢？我就给你吃一点。不吃会饿死的，是吧？你看镜子前面让我吃，那总不能让不让人吃吧，会饿的。他自己说的，我没给他吃，但我发誓我会不练27号、27号吃东西。可是2天不吃饭不是会死吗？昨天吃了，2天吃了会死吧？3天了，我早上吃别的东西了，3天不吃饭。那不管，我跟镜子一起吃。那你喂我吧。现在再有人邀请我吧，再有人邀请我，吃一个豆鱼豆。煎蛋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吧。不吃煎蛋吗？那你帮我把这个煎蛋分开。不是，没有，我一天不吃饭就头晕目眩的，特别难受。
吃。啊，饼饼好可爱哦。红豆要用完了，再涂一点爱心的。又一个。啊啊啊！还没掰开呢。感情去了小黄豆。蛋黄很胖是吧？好啊。来。要吃什么蛋吗？要一个豆腐。豆腐。对。啊。啊。尝一海星，我觉得。要不要我帮你尝？嗯，我还要一个那个鸡蛋清。要啥？煎蛋的清。怎么办？六块六毛没。夹着我咬吧。你夹着我咬。这么大一块啊，好吧，我就是掰开而已。啊，别让前面呢。是，你先管一下你的七七后背。哦。太小了，我要看。你怎么知道梦龙？对，一人一半吧。怎么知道梦龙？好吵呀！我听这个，哎，我听这个声音，我都脑袋疼。没有什么东西吧？疯了吗？不知道，这样好可怕。那边那个肉比较渣，哎，大块的吧？一共就三块，两块小的，一块大的。完了，你告诉我，给你大的。你等底下给我找一块大的。张明，你干嘛呀？拒绝。他有人邀请我，我好害怕呀，怎么办？五分钟之内不拒绝任何人邀请，拒绝。对，你看，就人不能太火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梦龙八块钱呢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跟他 battle 一下，赢了多爽。这样子就看到你跟一个第一次出圈，没准这是个美女呢，然后你的粉丝全转黑了，配那个美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送我的小赞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今天买了一个梦龙，然后我就是那个客栈，我特别想吃，之后就是借钱买了一个冰淇淋，买了一个梦龙，好惨哦。我们直播，老板姐不说帮我们什么买个热门啦，什么这那。对，公司为了省钱，真的是连个热门都不舍得买。谢谢你送我的赞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推个球子，你看着我推广了我还这个样子，推广了我还这个样子，我真是要哭了。因为太我想一块炸鸡排。直播热度多少？看不到我的热度，谢谢你送我的小赞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就左上角，我现在要一块小鸡排。我现在方便面的一块，下个月要还。好难过。看一下里面鸡排是完整的鸡吗？还是碎的？你怎么没事儿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爱你。我知道我们晚上开的，马上就黑了。这是啥呀？是你送我的赞，我觉得好开心。想看前面的礼服，那你就想一想吧。我也想穿礼服。盐水爆米，那也。我觉得这个今年的风扇的赞是个非常好的兆头。嗯。谢十九个赞。对，没有加盐。
习感受到了。我觉得我现在讲什么他们都听不见了。听得见吗？为什么没人找我 PK？ 我好像觉得没有人跟我 battle， 我就很……哎，有人给我发了好多私信了。为什么录播被删了？啊，牛！谢谢你给我投的票哦。他们都推送了，我们都没推送。只有我们没推送吗？那我们报名干嘛？他们说萌萌推送了，推送到首页了已经。为什么不给我推送？我们人气不够。行了，凭什么不给我推送？我们人气不够。说有报名就给推送吗？这样吗？谁不给我推送？快！哎，那为什么你没有被推送，你人气爆棚了？谁都想过来给你 battle 一下。现在他们就觉得太厉害了， battle 不过，想 battle 一下这种就是中等的是吗？谢谢你送我的赞。今天应该是我们玉龙城第一金瓜充好的。我是优糖钻瓜。跟你们说，其实我是优糖钻瓜。为什么在腿时间段直播？因为直播快截止了，播就不能播了，就播一播吧。我已经播了多久？今天就是谁能看到王菲妍挑战，就是谁能在《风声大响》中看到一闪而过的王菲妍。没事，你那个胆儿可以。哎，我就想我的，我有点困，我打个喷嚏。我真的是优糖的钻瓜，我是优糖钻瓜。买关注的，我不告诉你。我脚破了已经。雪莉放个量吧。但是没事儿。什么妈妈不要我了？妈妈为什么不要我了？妈妈怎么可以不要我？啊，是不要我就哭。变量。哎呀，这样看不到脖子的王菲也居然有点好看。我好想放下这个手机，可以直接播。我现在已经累成一张照片了，就累成这种照片，呆滞照片。这是你送我的。穿这个连衣裤真的上火超麻烦。你笑什么？我上厕所穿衣服要十分钟。穿衣服要十分钟。好搞笑，你拿太来看了。上厕所困难，好搞笑啊。这是我们的晚饭，我就吃了两口，敢吃。把这个鸡排扒开，我想吃里。这个鸡排看起来不好吃。我不想自己扒。能让我给你扒呗。嗯，我不喜欢吃油炸的地方。对，但是我不喜欢吃油炸的东西。这个鸡排好吃吗？是不是皮很厚，全是淀粉？不是，里面是纯肉的呢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不敢吃，你知道吗？我吃任何油炸都是扒皮的，我不喜欢吃油炸的。我想吃这个。但是我喜欢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吃油炸熟的东西，但是我不喜欢外面那个炸，所以我只能扒。他欺骗我们，他说有，但是他并没有给我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今天忘记然后他重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他那个名字就卡卡了，可能就不过了。然后我今天里面刚才更飞了，就是风都往里灌，风都往里灌。那天就是欺骗我们的，而且我们还拿大瓶牛酿，对，拿自己的牛酿。牛酿自己直播，但是这个直播还没有提现。睡觉凌晨，我的口红已经没有颜色了。因为北京的生活中心，他们住的地方就是有点
在那种高楼中间，风特别大。这个灯光打的我居然有点好看。找不到长袖，穿了件短袖，你知道吗？超冷，超级冷，超级冷。你怎么进去了？你不你的特点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在等那个鸡排。嗯，不想进警察嘛。嗯，不想进警察，那我也会。哼，我刚刚开着音乐，这么一天听完一箱子，脑子嗡嗡嗡嗡。累了。嗯，累了，每天没有。看到时候你想吃什么零食，我给你去买一点。嗯，我想吃。买了一盒。啊？什么时候买龙都不知道。能不能大概给我个数字啊？我不知道买多少。这一盒。我这回。没了。我说这回那什么小店没有什么人。我们买好吃的。有人。明天出门前买杯。有人的话，那个、我买零食也活不到等有人来。开不开啊？如果开的话，开的话可能也不让出去。我可以点外卖。然后一个人过来拿走了一箱子，太可怕。在哪握手？明天在哪握手？不知道啊。也不做造型，因为不想做两次造型。那难道嘞？但是我不想做两次造型，我不想画两次妆，要不然还得去再弄。头发还洗再弄。我头发就不弄了，我就直上。我头发也不弄了，我就这样。但是他会穿短裙的话，就是要留。那先定下来好了吧，抓你一次。头发不能剃啊，头发是弯的。明天我手术呀。哎，有没有那个抖音变发型的那个给我弄的？我们是在想，我们是在就躺着不知道。我是那个 PK 的那个，特别好，我们两局光。哪有人？高之贤什么什么成功抢占告白位，嗯，高之贤对高之贤叉叉叉在成功抢占告白位，你好优秀啊，你说公告啊。没有光了，给我来点天使的光芒。没声？不可能。我有声音吗？哎，怎么把游戏打开了？谁深情告白我？这个一直播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你那个深情告白投的最多的那个深情告白。什么最多的那个？是这个人深情告白，你看，有前面有 ID 的。哎呀妈呀！我的妈！前面有 ID 的。你这好黑呀、啊，连光都没有。刚才还有光呢，都好亮。我怎么样？全网直播间都可以看到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提前。呆滞。真心告白很贵吗？段奕轩前就是投票最多的那个，应该肯定不便宜。为什么不能提前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不是很感动？反正就是我们直播
超反感的，我小时候第一名了。真的吗？是吗？快了。哇！我怎么又被拉黑了？能不能不要再拉黑我了？以后你可能就一直播，一直播就是被拉黑的那个。我们没有那个机会。对，我们没有那个机会。好辛苦。谁禁言我了？没啊，我没有啊。好可怜啊，非常感谢。我们这边没有灯的吗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是我有点困了。我是不是现在很？我有点困了，我想睡觉。对啊，我们打算就是一号耗到底，什么时候彩排什么时候关。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没想到他一直不彩排，然后我这边手机也没电了。看着吧，啊不对，还有好久，没事开着吧。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。关键费的是自己家流量。怎么感谢家自己？我唱歌。唱什么呢？不是，还没等大家先可以点歌，还没等唱，我那边音乐一放起来就全都点。谢谢你，谢谢赞，第一了，给我点了好多。哇，第一了吗？哇，我去看一下，今天出血最多的人是，我去看一下，是您呢？多少钱？买到了吗？嗯，哇，九万多，能不能买到也不错。都我放你身上。哇，太感人了。我上面那个什么深情告白一直在刷着高志贤，对，口香草牛奶压压惊。哥哥，你们都谁买啦？我是这个骗子。我是呢，黄老师。你们想，那我给你们唱歌吧。你们想听什么？真在太感谢了，我会好好走秀的，我继续不摔倒。哦，应该不争取你那个鞋，他那个鞋不会摔倒啊，他那个鞋会像拖鞋一样穿。完事了吗？哎，七三四，太近了，前面没有跳舞了。那我来直接骗我们说让我们直播，然后帮我们什么什么快点点手，然后去怎么样，这就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。你就唱一首你最近想唱的歌，看我多么的认真完成工作呀。最近喜欢的歌，快点一首歌，我唱什么？快，小贤在线唱歌，唱一首《虫之诗》吧。要伴奏吗？小张在线放伴奏，你的声音要超过他了。想休息一下，然后不是，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开始吧，反正我半年也不会开始。玩一点，随便玩点别的吧。小兰真的开过之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哎，你快借我个手呗，比个爱心。别挡我脸，比个心。前辈在线跳舞，我觉得我应该下一会儿，然后等一会儿再见，也有可能不见。然后因为我觉得直播彩排应该是不能碰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再见，可能不见。啊，一会儿再说，但是你们现在可能听不到我在讲什么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